幸福实录，在弥撒山月牙泉现场为你介绍一下整个弥撒山月牙泉是整个甘肃这边五 A 级的景区。我们现在乘坐电瓶车要返回整个正门口的部分，在你眼前这边就是弥撒山月牙泉的风景，有没有看到正前方就是所谓的叫做弥撒山，在左手边就是所谓叫月牙泉，这个是沙漠的风景的部分啊。我们这次呢跟着幸福丝路有安排。